人生的境界很重要，也是跟委托，大家会做主，大家会做事业。
对，我差不多，我差不多嘞。刚刚讲吃了哈，酱气，对，吃个酱无同。你是怎讲？哦，然后你米里加微微个酱气嘛。哦，是。那当是大师是大师嘞。是哈。哦，对对对。这就是蛮简单的，对吧？这话蛮简单的，愈简单愈困难，愈简单愈挑战。你迄个你是多产还是早产？作家、画家？没有，我平时不是。你啥一个月当会去？我只是这不是运动，这不会没有量产，没有效率性，没有。没有一个时间的一个产量问题，没有。可就是讲你啦，有当时要一个月吼，拢无在创作一天。我这边要找进行心情做不稳定，迄个代志无创，迄个会员搞的，那那我有当时就没有创作。可是灵感一来的话，但是你要另外一个挑战，就是说，因为你今天要展示什么，你必定要逼着自己说要回应，所以一条标定一条报道啊，无会传到可能。一条二级，啊，这个目的性，主题性，哦，那条一条传到，这主题性。可是你这种就得电话嘛，我这个领导我表达方法不同，背景不同，表达主题不同。差不多，但是它必定表现方式不一样。诶 ，Money 吼，再过下先路易斯博物馆，因为美国国在 Money 吼切成三张。看完这个之后，他把它合并各个图博物馆合并，结果他有一个典故，他那个很大，就在那个广下的地方导演的照相哎，有荷花，我们看的时候没有荷花，他画那一幅画画了十几年，荷花一点最近。为了讲，现在十几当了，叫我去。我爱当回哦，但是这个要你看太多。时间够了，还得画。八点啊，八点。八点。今天的这个。八点，八点。哎，太乖啊。快点。好。